臣要做城主的君后，明日臣便上殿听封。什么？你既然想入我后宫，我请君入瓮。他是来杀我吗？就凭你，还想跟我斗？要不是因为他手上有150,000兵权，谁会爱娶他这样没情调的呀？ 江湖之力诛杀顾青姿，我在，谁也动不了。李隐之，这是对我有意思。君后别怕，以后啊，我来保护你。躲进去。小心点。林之。 臣愿一生给予，誓死效忠城主。你说的城主是我爹？顾青姿，后宫佳丽无数，是你不配。终究是我错了，是我没有早些认清自己的心，是我不知该如何告诉他。直到失去，才追悔莫及。杀顾青姿！ 从今往后，我定会护你周全。